继续谈关于这个耶稣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，他怎么把这个平息风浪的这个耶稣啊、哦？我们再继续谈他这个故事啊、哦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一试起来，直被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”我很喜欢这句话，“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”啊、哦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亲爱的阿爸父。谢谢你今天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也恩膏你不配的仆人，将你的话语很明白的可以先讲出来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几天前就在谈这个门徒与耶稣呢，一同呢要渡好，要从这个海里面呢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然后呢突然间。有大风浪突然间暴风雨发生了，所以呢他们就很怕，所以就门徒说：“主啊主啊，救救我们吧，救救我们吧，我们丧命了。”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耶稣会睡觉在船呢？因为他的门徒们呢一直在聊在谈关于这个世俗关于世界的事情。当我们离开了耶稣的天国，耶稣的计划，我们就很难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。圣经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，当我们贪欲的时候，就会夺去我们对神的注意力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跑。那他的门徒在船上一直聊天啊，不管耶稣了啊，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什么呢？暴风雨来了。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还不是如此吗？他的人生有其他的神，可能是他的企业，可能是他的工厂，可能是他的商店，可能是他的女儿或者孩子，他们都把这些东西呢当作比耶稣还要更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还没有钱的时候很爱他太太，有了点钱就外面有了女朋友，所以这个邪情啊、恶意啊、然后呢淫乱啊、污秽啊，这些都是好像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自傲，要高傲，你因为你漂亮心中就很高傲了，又以荣光败坏智慧。箴言告诉我们说，那骄傲疯狂并恶道以及参与的口呢都为我们所恨恶的。所以呢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欢心在跌倒之前。当他的门徒只说：“哎呀，等下主来的时候，我要当老二，我要当老大，我要当将军，我要当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天国要来了，我们要有势力啊！”当他们就谈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就睡着了。我们还不是一样吗？还没有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，每逢礼拜天都很懒得到教会，每一天都很懒得读圣经、听圣歌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。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当你没有听到的时候，没有读圣经，没有到教会，你怎么会亲近神呢？你怎么会有信心呢？所以你的人生中会有风浪来了。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默想，我们要爱神的话，我们要敬拜神，荣耀神，
那我们呢，就不怕有风雨浪来到我们的人生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也在讲我自己，我们要谨守训言的，必得好处；依靠耶和华的，变为有福了。我们应该拼命的、努力的做生意、做工，没问题。但是，我们也要拼命的、努力的亲近神，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有风浪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仰望神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诗篇一二三篇，看啊，仆人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，使你的眼睛怎么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不是主人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要仰望神，我们的眼睛要望着他啊，我们的眼睛不要离开耶稣，不要往这个世界上看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爱世界呢，风浪就会临到。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以世界为中心，风浪也会随之而来。当世界借助以神以我们中间，世界的主人魔鬼也会跟着进来。那当那魔鬼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贪啊，然后呢，不敬拜神啊，都是在想自己的利益啦，没有想到别人的利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使我们使风浪平息呢？我们要怎么使到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风浪可以平息下来呢？第一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悔改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不要自以为说，哎呀，我是大学生呢，我有资本，我很聪明，我可以做。不要，我们要悔改。像这个门徒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丧命了。彼得是打鱼的，他从小小就在船上生活了，那他碰见了风浪，他也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啊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人是无能的，我们要靠着耶稣给我们的力量，凡事都能。所以他们说，主啊主啊，救我们，救我们主耶稣，帮助我们主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主呢，要睡醒来，不要让我们的主耶稣睡觉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让耶稣的圣灵活跃，让耶稣的圣灵成为我们的神。我们要爱他。我们有什么问题，默默的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做这个决定，可以吗？所以今天呢，人生的风浪一定会来的。我们要怎么得到平息呢？只有来到主的面前。悔改，然后接受耶稣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为了，还有呢，为了平息风浪呢，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，要下决定心，穿上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造的新人。你说李牧师，我怎么是新人？我好好的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骗人。但是你的心里面很污秽，你很自私，你很妒忌，你很唠叨，你很自私，你没有爱心，这些不是从神而来的。当我们要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什么呢？下决定心，要让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阿门。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结灭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所以我们要脱下罪的拐，然后在主的面前站立的门。所以，今天我想告诉你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有仰望我们的主耶稣，把我们的旧人给扔掉。苦难是神用来使我们悔改的鞭子，若我们也被鞭打，且人不悔改，不回到他的怀抱，这鞭子就越来越变粗。在受更严重的鞭打前，我们要被改变为新造的人，被主耶稣抱在他的怀里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呢平安喜乐。人生难免有风浪、台风，什么都会来的，要怎么平静呢？仰望神，告诉主啊，不是我活着，是你活在我里面。
我的人生一定要或者风平浪静，因为你保护我，你爱我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主耶稣今天的话语。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主啊，在我们人生中的这个风浪，主你能够有办法可以植被，可以使我们人生的风和浪呢平静。我们爱你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来服侍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大家都待在家里啊，然后呢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你，可以更爱你，可以看到你的双手拥抱着我们。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关怀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总统主耶稣，我们的医生们、服侍们，求你给他们智慧，可以找到方药，可以救很多人的这个疾病，让我们可以度过这样。